个不是换一个位置，不是，我是站在这个海边的表情。那时候我是用转接五十 nn 一点八，是你上次出国买的那一只吗？那个镜头是我把它丢掉的那一只啊。你是就是买一个很便宜的那一只、啊？是的，那一只那时候买多少？它有几个？我当初买应该两三千块吧。那边就有3900多块。对啊，这是目前最便宜的一只镜头。看起来是最烂的一只镜头。他其实在找，还是 EF， 我讲的是 EF， EF， 所以现在是 RF。现在的镜头没有，18-150是15900，跟预算有关。